我又来抓气球了。今天要来做的是哇哇四叶草。拿起气球，爱心球窝，充气哦，绑起来哦，一样哦。来，两颗先绑一起。不是很熟悉，你没有看错哦，就跟球花做法一样。呵呵，颜色换掉就变成叶子了，很神奇吧？这里开始有点不一样哦。随便打个喜欢的长度哦。起来，跟爱心棒棒的棒棒一样，但是只要折一个就好了。长这样子窝，然后就把它跟四个叶子卷在一起窝，是不是很简单呀？